2014-15年、2015-16年嘅年度，你喺立法會財委會嘅出席率有幾多？財委會有69個委員，財委會嘅功能係討論財務安排，但係喺吳亮昇、陳健波嘅主持之下咧，財委會係淪為討論政策嘅場所。我作為一個財務專家，點解要嘥時間再喺度討論呢個政策問題？2015-16年50%，2014-15年28%，喺咁重要嘅財委會裏邊，你點能夠做到你嘅把關工作呢？呢四年裏邊，為咗我哋會計界提出咗三項嘅質詢，你冇做到嘢，就係咁簡單。香港的監管機構咧喺調查內地的企業的時候咧，係有權要求個會計師交佢嘅會計底稿出嚟嘅。咁但係內地嘅財政部兩年之前咧就收緊咗相關嘅規定，會計底稿咧要由當局檢查。如果係涉及到國家機密咧，一律唔可以帶離境，都係困擾住香港嘅會計業界嘅。可以點樣解決咧？唔係所有底稿都可以睇到，正如你話。國家機密文件，但國家機密文件都一定要有一啲嘅方法令到香港嘅核數師咧係可以喺一個低風險情況底下表達到嘅核數意見。佢頭先答嘅嘢咧，其實係答錯咗㗎。香港核數師對於佢哋喺國內工作嘅底稿咧係可以睇到嘅，我再澄清。